3日嘅 compulsory 嘅隔離啦，而家嚟到我今次喺香港會住嘅地方就係住喺我一個由細個真係青梅竹馬嘅一個朋友嘅屋企。3日嘅隔離對我嚟講係非常之輕鬆，充分俾一個理由自己補足你平時瞓唔夠嘅覺。我住嘅酒店係炮台山富匯酒店啦，我諗係。 可以隔離嘅酒店入邊屬於最平嗰兩個酒店其中之一啦，因為我之前翻香港都會住一個酒店，所以我比較熟悉嗰個酒店啦。然後對我嚟講，其實隔離酒店最重要嘅一個係啲裝修係新淨啦，唔中意嗰啲喺歐洲見得太多嗰啲舊式嘅裝修啦，二嚟可以嗌外賣，呢兩個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就揀咗個酒店咯。我覺得完全冇問題啊！3日嘅 compulsory quarantine， 唯一一個唔舒服嘅位就係喺quarantine今朝完嘅時候咧，佢前一晚又打電話過嚟問我話想幾點 check out， 我話10點啦，跟住佢就同我講話你 check out 嘅時候咧，喺你嗰層出咗嚟之後咧，你去等 lift 嗰個位，你唔可以撳 lift， 你唔可以自己去撳嗰個 button， 我哋會控制中心嗰度 call 架 lift 上嚟去接你落去 check out。咁但我喺嗰度係等咗40分鐘先至有 lift 嚟到咯，同埋我喺嗰度等 lift 嘅時候，我已經唔可以再翻去我間房入邊，因為嗰個房卡係淨係可以攞嚟開一次嗰間房嘅啫，因為佢哋本身有3部 lift 啦，但係佢哋淨係用1部 lift 嚟做呢一個去載客 check out 嘅動作，咁所以就變到大家都要排曬隊咁樣。呢一個係我唯一覺得有唔比較唔好嘅地方。喺隔離期間，我已經食咗唔少我想食嘅嘢啦。第一晚我嗌嘅外賣係車仔麵、4餸嘅碎絲雞翼、響鈴、柱候牛腩同埋魚蛋。第二日就嗌咗早餐，嗌咗一個雞粥、一個叉燒腸粉同埋。 凍豆漿，第三日就係嗌燒味、燒鵝同埋油雞雙拼飯。check out 咗之後，我就 call 咗 Uber 啦，嚟到我依家呢一個屋企。咁我嘅朋友同埋佢嘅媽咪都翻緊工、翻緊學咁樣，所以依家得我自己一個喺呢間屋企入邊啦。呢一間屋係由我6歲識我呢一個朋友之後，佢係我童年嘅一個部分啦。即係我有好多時間其實我都係 spend 喺呢一間屋入邊。呢間屋嘅角角落落對我嚟講都好似我對我自己屋企咁樣咁熟悉，因為我哋屋企喺香港。 搬過好多次屋啦，但我呢個朋友佢喺呢度係從來冇搬過屋噶咯，所以呢一個空間喺我腦入邊嘅嗰個長度係比我自己屋企更加長啦。架 lift 啦，我頭先喺架 lift入邊，我就喺度諗啊，我細個嚟嘅時候我就會企喺左邊呢一個角落等部 lift 上到去咁樣。我有好耐冇搭過20幾層嘅 lift 啦，喺法國冇噶嘛，呢一切嘅嘢都令我覺得好新奇啦，同埋好期待之後再會喺街嗰度有啲乜嘢令我有同樣嘅感覺，就係覺得。 哇！我離開咗香港之後已經好耐冇諗起呢一件事，冇諗起呢一啲我以前係習以為常嘅事。因為我依家仲喺皇馬啦，我冇去餐廳食飯，所以我今日嘅行程咧，一間 lunch 嘅時候約咗一個中學同學，我哋本身話去野餐嘅，佢同我講喺一個叫做佐敦谷公園嘅地方。 然後我琴日問佢喺邊啦，佢同我講喺彩虹啦，我點解坐敦谷公園嘅地方？然後夜晚我就會同呢一間屋嘅呢個朋友去太安樓，去太安樓掃街。細個喺西灣我長大噶嘛，所以太安樓對我嚟講，佢嘅形象仲維持喺我細個每日會經過嘅時候嗰個形象。我知道我今晚去到太安樓會見到好多唔同咗嘅嘢，我好興奮去睇下佢有啲咩改變，同時我有少少少少少嘅抵觸。我驚我今次見完新嘅太安樓之後，我童年回憶入邊嗰個太安樓會喺我個腦入邊俾依家新嘅嗰個形象 replace 咗啦，但我都係好好奇想去睇下。我依家要去社區會堂做核酸，然後呢個社區會堂我冇去過啦，唔知喺邊啦，咁我就。 logic 咁樣想靠 Google Map 啦，發現 Google Map 喺香港係冇用嘅，因為佢就會話俾你聽點樣行啦，佢唔會話俾你聽喺商場要上幾多樓，喺邊個出口出過邊個天橋，係冇用嘅。
腩雞髀飯，同埋一個芒果糯米飯。呢個係蒜，呢個係我想食，我自己想食嘅，唔係啊，同埋你俾咗佢，佢唔係喺個cocktail 入邊。好大壓力。嚟到呢個好特別嘅場地啊，就係 Maddie feature Killing 嘅拎起酒杯嘅一集啊。Hello， 大家好。誒，點解咁係咁文靜嘅大家？我係嚟自香港嘅 Killing。係，因為要配合翻 Maddie 頻道嘅。第一次上法國嘅頻道。同法國嘅觀眾 say 個 hi 啊。Bonjour， 仲有冇第二句？冇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Killing。歡迎收睇新一集嘅拎起酒杯，今集嘅嘉賓係 Maddie。Hello， 大家好，我係 Maddie。係，相信咁可能喺我嘅 channel 咧，有啲觀眾係第一次認識你啦。咁不如介紹一下自己。我係一個喺法國長大嘅香港女仔啦，跟住我而家都做緊 YouTube， 我嘅 channel 叫做 On the Watch 豬仔。On the Watch 豬仔。可能因為你冇得睇翻咧。你唔需要話啊，認得唔明？南邊嘅街燈。呢個係應該未見過，呢個特上新。乜嘢？生活化咗。乜嘢？之前係街市。再睇。點啊叫？佢唔想喺度俾錢。是用你 Apple Pay 或者入你账单的。哇！唔系，即系呢个有。18桌狗仔分。因为我想食杂烩。小杂定大杂？我唔明喎，前面狗仔粉就係浸個粉啦，冇肉嘅。我要個火鍋翅咯，四隻燒鴨煲足四小時俾仔。多葱係咪？可以㗎。可以啊。好多好多葱。Ken 都覺得飲醉咗。佢未開始飲，係啊，佢話眼神迷路，迷離。你話係行睇到斜路。可能讀老難啊。係老難咩？更加唔犀利啊！更加唔犀利啲，佢哋冇問我哋更加唔犀利。因為我哋冇嗌佢。但係唔夠醉。你知唔知邊個係阿布瑪利亞？佢話日本每一個人都中意。係 AKB48 嘅前程。依家去咗台灣做 YouTuber。AKB 唔係47咩 ？AKB 48係喎，48。你仲記得我細個做咗啲咩？你食白粥嘅時候會落雞粉，因為你覺得。我今次翻香港，好明顯感覺到嘅係咧，我消失咗好多年嘅氣管敏感同埋鼻敏感係即刻翻嚟啦。加上可能空氣嘅問題啦，皮膚嘅狀態都差咗好多。咁今次翻嚟香港有好多拍攝嘅工作啦，所以皮膚上嘅瑕疵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幾大嘅困擾。咁啱我就收到邀請去 Bare 做一個皮膚嘅療程啦。喺法國都好少去做 facial， 因為法國美容院嘅受眾會偏向係一啲上層階級啦，中華好華麗咁樣，所以我都好好奇香港嘅美容院係點樣。今次我第一次喺香港做 facial。
而我哋嘅演算法咧，就係基於你的皮膚問題咧，去演算出咧唔同嘅組合療程嘅，係啦，咁啊最多係多達72種嘅護膚組合嘅，即係譬如有冇濕疹啊或者嗰啲，哦嗰啲就冇嘅，但係我有好多暗粒。暗粒係啦，喺呢度。跟住我翻咗香港之後，呢幾日係爆咗勁多瘡，可能係主要天氣氣候嘅問題。係啊，係。可以用酵素個養分增加翻啦，改善翻個暗下嘅。呢個亦都可以抑制個色素形成啦，咁樣幫你退啲暗瘡，人都退得快啲。但你看英文你就覺得很簡單，是吧？寶島經典水果茶不錯。這我們現在今天約了 Maddy 過來拍我們的形象照，我們現在塑造我們的形象。剛剛我們去帶去買了這個嘟嘟嘟嘟的珍珠奶茶。 Fun fact， 我剛才說喝肥仔水，然後他以為我要去買可樂，然後我說肥仔水其實現在已經是代表珍珠奶茶，可樂已經是 outdated。 我還停留在2010年的香港。其實這個背景再加上現在的燈光不是十分之近，如果轉了做灰色背景呢，不下這隻燈，用好像這些窗簾的自然光出來，就會有那種再加了。大家拍攝加油，拜拜拜拜拜拜。好，不笑放有多少人真的會做事是做關於自己讀書的相關的工程那些會多一點。哇，所以不是說是很適合你，是 Press Play Design 的一個小小的心意卡仔。多謝你們，不用真心真心多謝你們。
今日要去做咩咧？就今日係我離開香港咁多年，包括之後翻咗香港嗰幾次都冇做到嘅一樣嘢，就係、去我嘅喺香港讀過幾年嗰間中學，探下我以前嘅班主任，探下啲老師。因為我讀嗰間中學嘅時候，我哋處於一個重建嘅狀態，我哋嗰間校舍係一個臨時嘅校舍，然後我走咗之後，佢哋就搬咗去新嘅校舍啦。所以新嘅校舍一直都係我好想參觀嘅嘢。我想睇下依家啲師妹有幾咁幸福啊，咁樣嗰啲啦。我 Form 2 Form 3的班主任都是跟我到現在都會保持聯絡，他們來法國都會找我，所以我今次來香港都有跟他們說，他們就、叫我去學校，他們會帶我參觀一下。本身一回到香港就想第一件事做這件事，但是、和馬是不入得校園，要等到南馬先，所以、昨天南馬今天就可以去參觀學校。